开阔的自然空间，舒适宜人，缤纷的建筑外墙让人一进入馆内就被吸引目光。这间位于桃园龙潭大池附近的汽车旅馆，以独特的贴心服务与活泼浪漫的度假氛围，广纳各式情侣、家庭亲子和银发族等来往旅客，打破一般人对于汽车旅馆的既定印象。因为我女儿每次回娘家啊，小孩子都没地方睡啊，所以就常常过来这里。这里环境好啊。我们是退休人士，到处旅游，而且曾经来过这个地方，感觉这方气氛很好，设备也很好，环境也很好，所以来第二次。旅馆的前身是经营不善的旅店，因缘际会下由现任业者承接，透过充满人情味的服务和优质的环境，开业至今22年，已接待超过50多个国家的旅客。我们是没有华丽的装潢，也没有高档的风格，经营理念是本馆打造给消费者一个家外之家的感觉，希望带给每个旅客，即便住在陌生的环境，也会有家的温暖的感觉。位于入口处的家外之家，字体以人手相连的意象，传达人与人之间亲近、相互扶持的关系，媲美时下网美打卡景点的彩色廊道，灵感来自世界地球村，鲜艳多彩，充满异国风情。许多顾客是慕名而来，印有多国语言的货柜小屋，象征着对多元文化的包容和欢迎。结合餐厅及休憩空间，营造出轻松自在的气氛。别具巧思的设计，结合了人文与环保的概念。本馆在这20年一直持续跟着时代的脚步，更新设备的房间，然后改善整体的环境。是我们一进馆内呢，有大面积的绿白相间，表现出大地绿森林的自然感，可以有舒适放松的心情，也顺便带到就是有环保意识的重视。不惜成本呢，改成热棒的系统供应热水，然后为地球尽一份心力。热腾腾的早餐每日7点准时提供。没有星级饭店的山珍海味，却有讲求营养、种类丰富的家常美食。随着时节不同，业者也会提供道地的客家料理，让每个旅客都能在饱餐之后开心出游。我们提供给旅客的食物一定都严格的要求食安卫生，每次到访的不同的客人，我们会不定期的改变一下菜色。早餐吃得很丰富，中西餐都有，可以随便选，还觉得很好，又蛮有卫生，蛮健康的。同时，业者也提供接驳车的服务，让来往过客无论是想要观光踩点，还是出差洽公，都不用烦恼交通问题。馆内有豪华4人房和精致2人房可供选择。一大片的窗户望出去是庭园美景，房内采光明亮，宽敞舒适，提供完善备品给顾客使用，还有大型按摩浴缸和蒸汽淋浴室，特定的房型内还有专属按摩椅，要让所有出门在外的旅客都能彻底放松身心，享受难得惬意。而提到干净整洁的住宿环境，就不能忽略这群默默为顾客服务的清洁人员。受过专业训练的房务妈妈们，每日勤勤恳恳地执行这些无法以机器代劳的反复工作。每一项打扫环节，每一个铺床的动作，都是由一双双巧手细心完成。我20几年来做事就是将心比心，用心细心去完成每一个房间的清洁。清洁完了以后，我们都是养成了就是回头看、回头再检查这个动作，因为我们最后离开房间关门的时候，也是我们另外一个新客人进来看的第一眼。将心比心的服务态度，是希望带给消费者像回家一般的温暖感受，也期望借由人与人间彼此的关怀和互助，带给员工更多成就感，从中建立自我价值。
公司他们都会不定期举办一些爱心公益的活动，那么也会做一些员工教育的部分，提升我们自己的服务能力。那在柜台的部分，我们不只是柜台，它也是可以带给旅客一些温暖的服务。每一个旅客在我们退房之后带着微笑，都是我们最大的成就。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是业者在地经营二十多年的坚持。从陪着当地民众走过艾丽台风的缺水之苦，到如今不时参与甚至举办大大小小的公益活动，业者始终相信平凡能够成就不凡，要以亲切专业的服务，让每个出外的旅人都能在此找到一个可以暂时停靠疗愈身心的家外之家。